forgotten, forsaken, surrounded.我必须向你承认，我确实喜欢过谢，但是自从我失去你之后，我才意识到，原来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人就是你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你更爱我、对我好，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人比你更在乎我，甘愿为我付出一切。 就像我保护你一样，你也会保护我的，对吗？ 喂，厉先生，您猜的没错，谢明浩新搬到了东城的一个公寓，我怀疑沈雪晴也住在这儿。费这么大的功夫把雪晴藏起来。 一定是担心他透露什么线索。没错，他越不让咱们见，就证明他心里越有鬼。当年的事情，一定和谢明浩有关。不行，我担心他会对雪晴不利，必须马上把雪晴送走。谢明浩从昨天晚上进去到现在都没有出来，要不要我进去看看？不要打草惊蛇，我来想想办法。 楚楚，立冬，我回来了。你还站着干什么呀？快进来坐。施总，不是要休假吗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你这是想我回来早了？当然不是了。 你不在，很多事情都没有人打理的。蓝田湾的工程材料还没定好供应商，我哪能安心休假呀？所以就回来上班了。正好，外墙保温材料已经确定好供货商了，你看一看。这么快？这是一家资质非常不错的供货商，是。 写意选的，那挺好的。苏小姐的眼光一定不会差。楚楚，你知道，我不希望你和写意之间有什么误会。其实这两天我已经想明白了，你说的对，就算我不相信苏写意，我也应该相信你。 而且和江华的事儿确实有很多可疑的地方，我不应该那么冲动的去质疑他。这才是我认识的施楚楚。谢谢你。那我先回去工作了。哦，对了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合约下午就要，需要你请谢律师过来。好。
谢青，喝点粥吧。乖，喝一点。谢青真乖。谢青换了婚纱真美，你知道吗？没能亲手为你穿上婚纱，一直是我的遗憾。你要是醒了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会好好弥补这个遗憾的。 来，再喝一点。等我一下。喂，施总，什么事儿？谢律师，我这儿有一份合同比较急，你方便过来一趟吗？现在吗？对，现在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 赶紧的！喂，有人吗？我是物业的，你们家业主室报警了。有人吗？分头检查。好。在这边呢。
喂，喂，谢先生，我是物业的。刚才我们收到你们家的烟杆气报警，过来看看情况。结果你们家没着火，但是我一开门啊，一个女的从你们家跑了出去。啊，那是我妹妹，她精神有点问题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她应该就在家附近，我去找她好了。泽良先生，你好，我是沈雪晴。施总，这是您休假期间我找的一家外墙保温的建材商，这是他们的资料和温顶定的采购合同。嗯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苏小姐，这两天我仔细想了一下，泽良说的对，整件事情确实有很多蹊跷的地方，可能是我当时压力太大，所以才会着急发脾气。你不会介意吧？当然不会，施总也是为了公司好，我能理解。谢谢。不过我还是那句话，工作上好好表现。好的，施总。合同就先放在您这儿，您看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走流程了。好，我会认真看的。不得不说，你的办事效率真的挺高的。放手去做吧。谢谢施总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厉总，你好。你真的恢复了？之前像做了一场梦一样，终于到了梦醒的时候了。太好了！如果雪姨她知道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我给她打个电话。啊，厉总，等一下，暂时先不要打。为什么？雪姨，她过得好吗？你见到她自然就知道了。我之所以给你打电话，就是不想见她。我对不起她，没脸见她。是因为知味的事情吗？想必你也查到很多关于当年的事情吧？恕我直言，你知道黑桃 K 吗？当然知道，我就是黑桃 K。当年知味所有的事情，都是我错的。据我所知，沈博当年一直都对你很好，你为什么要做那些事情？爸爸一直对我特别好，可是一直以来，我都因为自己是养女的身份特别卑微。小时候我独居协议，拥有爸爸那么多的爱，长大以后
妒忌之位是协议的。无论我多么努力的工作，拼命的学习，到最后也只能为他做嫁衣。爸爸是不会把职位传给我的。这一切都只是因为协议才是他的亲生女儿，而我不是。所以你就掏空之位，还指使霍坚设下了圈套。可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爸爸知道我做的这一切以后，不仅没有怪我，他为了保护我而自杀。原来他一直都把我当成亲生女儿对待，可是我却不相信他。谢明浩也参与其中吗？他只不过是听了我的指使。谢晴，为什么到现在你还要包庇他呢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问你，如果你是黑桃 K，那我和写意在找刘阿伟的时候，霍坚为什么会突然知道我们在云安镇？谢明浩又为什么那么碰巧的会出现在那里？写情，你应该知道，谢明浩他一直以来真正爱的人不是你。你回头吧，你只要现在站出来，这一切就可以结束了。够了。你觉得谢意他能承受这些吗？你忘了当初他是怎么失忆的？对不起，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等我想明白以后，我会承担我该承担的一切。但是在这期间，拜托你不要把我任何事情告诉协议好吗？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跟你提这样的要求，但是我真的不希望他再为以前的事情伤心了。喂，谢依。喂，阿衍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今天施总不仅认可了我的工作，还批准了我的采购合同。他不生我气了。是吗？我早就说过了，施总他会看清楚的。对了，你在哪呢？怎么还没回来？我还在外面和客户谈事情。客户啊？男的女的呀？男的。男客户啊？那我就放心了。好，谢谢你啊，李总。其实我今天来找你，就是想看看我妹妹她过得幸不幸福。现在我放心了，有你在她身边，他一定会很幸福的。希望你以后可以一直对他好。你们是不是有一个私密账户？是谢明浩让你开的吗？
误会了，没有什么私密账户，所有的钱都被我花光了。谢谢，为什么到今天你还要包庇他呢？你只要把私密账户的事情说出来，里面的流水自然就可以证明谢明浩他到底是不是有罪。明浩，他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。什么意思？这样吧，谢明浩一定一直在找你，我先给你找一个安全的地方，你先住下来，后面的事情我们再好好商量商量。谢谢你啊。我先去个洗手间。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没事的。这是我们之前拟定好的合同打印出来的，我们这边已经确认过了，您这边确认一下，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正式签约了。不用看了吧，合同都是谢律师起草的，我还信不过他吗？再说电子版的我看都不下十遍了，咱们立马签字盖章吧。好，那我就先代表欧曼签字盖章了。这份也是你的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喂，明浩哥。谢毅，写信不见了。什么？谢毅。明浩哥，姐姐呢？听见了。为了照顾你姐姐，我特意换了一个更好更安静的公寓，我本来想跟俩对脸谈和，哪知道他自己跑出去了。那现在什么情况？你姐留下了这个，我现在很害怕，你说他会不会想不开。明浩，我爱你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要如何面对你，面对这个世界，活着对我而言是一种痛苦和煎熬，也许只有死亡才是一种解脱。我走了，别找了。我们要赶快找到姐姐。快走。谢青。姐。姐。不好意思。谢青。谢青。谢青。姐。谢青。没有啊，林浩哥。你俩再看。雪晴。姐。雪晴。怎么了，雪晴？
谢依啊，明天没吃东西了，喝杯牛奶吧。谢依，我知道你很难过。 但是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！你放心吧，雪晴不会有事的。我们已经报警了，警察一定会找到他的。是我错了，是我光想着自己报仇，从来没有想过去多陪陪姐姐。我光想着自己。 从来没有想过姐姐有多孤单，她病都快要好了，我却什么都不知道。阿言，你说姐姐是不是对我很失望啊？不会的，你要相信姐姐对你的感情。 他也一定希望你可以幸福、快乐的活着。那他为什么宁愿选择消失，都不愿意见我？他一定是怪我没有去多多陪他，他一定是怪我了。<笑> 先生，刚才您对面的女士给您留了一张纸条。谢谢啊。谢谢你听我说这一切，我还没想好怎么面对写意，我需要时间，请暂时不要告诉写意我的事情，我会再联系你们的。希望你和写意一直幸福。 对不起，谢依，我没办法告诉你，你家里当年发生的事情，那对你太残忍了，所以我也不能告诉你我和你姐姐见面的事。你姐姐的事太奇怪了，我一定会替你查清楚的。你只要现在站出来，这一切就可以结束了。你觉得谢依他能承受这些吗？你别忘了当初他是怎么失忆的。 刚刚大哭了一场，她太累了。目前还没有发现谢晴的遗体。
不过那条江的不远处就是入海口，生还的可能性很小，而且还有遗书。谢青他说会为了自己所做的事情而负责，我以为他会去自首，可是为什么他会突然想不开？而且还有一点也非常奇怪。哪一点？我分明记得我见到谢青的时候，他手里没有拿着那个娃娃，可是协议却说他是在江边看到飘在江面上的娃娃，才推断出姐姐自杀的。那会不会他又回去拿了呢？谢青是逃出来的，谢明浩也在找他。他如果仅仅是为了拿娃娃而返回，岂不是反倒增加被谢明浩发现的风险？这说不通。是啊，不过谢晴这一出事，追查谢明浩的线索就又断了。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安抚好谢颖。谢青的事对他来说打击太大了，我很清楚这段时间对他来说有多痛苦。李先生，你自己也多注意身体，这段时间为了苏小姐的事儿，你太过操劳了，怕你身体吃不消。没事，你放心，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。应该的。谢青，没想到你遇见了李子良，不错，又送了我一张好牌。待在错误的位置，从明天起一切都应该恢复到该有的样子。谢爷，你看今天天气这么好，我们一起出去逛逛。我不太想出门。你这样一天都待在家里，我都怕你闷坏了。我没事的，你去上班吧。我这几天就在家里办公，我想陪着你。我真的没事。那也不行，你看看你一天都不好好吃饭，这样身体怎么能受得了呢？这样吧，我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蟹黄面。嗯，好，那我现在就出去给你买最好的大闸蟹，你自己在家里边待会儿。好，乖，我去了，等我啊。
喂，明浩哥。明浩哥。谢青。是不是生我气了？我是写意啊，明浩哥，你是不是喝醉了？哎，雪晴，你在哪儿？你快回来吧！你还不救下我，多快！明浩哥，你没事吧？你为什么不把我也带走？明浩哥，你千万别想不开，我们。浩哥，谢谢。谢青，我在谢青为什么还不回来？别喝了，姐姐会难过的。我没有了谢青，我活着还能有什么意义？谢意，答应我，不会离开我的，好不好？明浩哥，难受的话就哭出来吧，哭出来会好受很多。谢谢。这是你姐姐生前最喜欢的娃娃，现在她不在了，我希望你可以留下她。只要有你在，她永远都不会孤单。谢意，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可以亲手把这个娃娃送到你手上。谢意，我有一件事情一直很纠结，我不知道要不要告诉你，但是为了你好，我觉得我必须要说出来。谢青失踪前见过李泽良。什么？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见李泽良，也不知道李泽良跟他说了什么。你能不能问问他？不会的，阿隐一直很忙，他那天一直在见客户，不可能的。我有证据，等我一下。相信。
心事都一般的列车，位置上换了新乘客，站台上钟声敲响了，我挥手目送着，手里还握着一张单程票根，你踏上通往幸福的旅程，联系的方式没保存，在心里偷偷问你最近好吗，和他还好吗，我脾气很差，他比我好吧，你心事复杂他能猜到吧，你难过会抱着你吗，你最近好吗，一切都好吧，没说出的话还想听吗，煽情的话都被情歌唱烂，与回忆的纠缠不算困难，擅长